各位朋友，我是大草。今次我要介绍的是丹麦著名的品牌贵峰的 Diablo 333。其实呢，作为一位真正的法师我呢，每次看见一些来自欧美著名的音响品牌推出崭新的旗舰前后级放大器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总会开心好一段日子的。在网上面呢粗略地研究过他们的规格啊、特性啊、评论啊和售价之后呢，总会呢找机会去听听他们的音效的。虽然在短时间之内呢买得起这些旗舰产品的朋友呢或者只是很少数的。不过这些厂家习惯在推出最顶级型号之后的一年半载，就会将开发的技术下放到对下型号甚至是合并机的身上的。相对起来，这些产品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同时亦会有更多发烧友能够负担得起，厂牌的人气当然亦会旺盛起来。我在音响技术第492期是试听过贵峰最新旗舰的前后级 Commander 和 Apex 的时候，曾经高度评价他们的外观漂亮、做工精细、音效要清晰又有清晰，要有细就有有细，要气势又有气势，要能量就有能量，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瑕疵的。我心想，如果贵峰将来将这个制造 Commander 和 Apex 的技术下放到新款的合并机身上的话，哇，那么发烧友又发达了，同时亦都会令到合并机这个市场呢就会风起云涌的。结果呢，到去年即是2023年德国慕尼黑音响展和香港高级试听展的时候呢，贵峰呢是采用 Commander 和 Apex 精髓全新设计的合并机呢 Diablo 333的样板机呢，就先后呢就在这两个 show 里面呢就公开亮相的。结果呢就一如所料啦，是好评如潮。市场上就引起一阵轰动的。其实呢，最近几年音响技术的参考合并机呢，正正就是人家叫它做大菠萝的贵峰 Diablo 300。这一台零售价120,000的合并机呢，那些声就细致顺滑，有高平衡度，高低频呢就撑得开的力水充沛，推动多款不同品牌的扬声器呢都非常称职的。我们一直呢都用得很满意的。不过当经过煲炼之后的这个 Diablo 333进入试音室来推我们的驻场的 Dyna 白金正的喇叭之后呢，没比较就没伤害呢，果然是一个至理名言来的。听起上来呢 Diablo 333那种能力呢，是令我想回起当我听 Commander 加 Apex 那时候那种极高水准的愉快体验来的。相处得时间越耐呢，越觉得它简直呢是 Commander 加 Apex 二合为一的迷你版，感觉呢是非常震撼的。嗱，好简单啫，我就以我重播 The Burning Gala 呢个 Esoteric 嘅 SACD 版呢 Diablo 333呢个威力尽显啊。嗱，好多嘢好似听歌剧卡门嘅选段啦，当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准备奏出前奏曲嗰刹那呢，你会完全感觉得到高频满座嘅柏林爱乐音乐厅里面嘅观众都喺度平息静气咁样呢，係期待乐团爆出第一个音符嗰种宁静气息。好啦，到管弦乐火力全开，低音大鼓啊、大叉啊同埋定音鼓呢齐齐轰出我哋熟悉嘅旋律之后呢，哇，嗰种强烈嘅动态对比啦，乐团满弦奏出嘅气势啦，各种乐器嘅质感啦，音场分布的层次分明 ,Diablo 333都播得非常精彩的，对白金证据有极佳的控制力的。到女高音、男中音和男高音和合唱团轮流登场演唱，哇，人声那种窝心贴肉，感情抒发那种活灵活现，和乐队配合起来那种天衣无缝，终将大合唱那种无比震撼的磅礴气势和观众疯狂鼓掌喝彩那种炽热气氛呢， Diablo 333都以近乎完美的姿势重现的，令我的脑袋和对眼呢就似乎有些不协调了。听落它怎么像是一个合并机啊。
接住嗰个星期咧，我只系不停咁揾出一啲不同类型嘅音乐软件嚟听，结果咧都成为 Diablo 333个表演工具嚟嘅。嗱，讲多就无谓啦，行动最实际。Diablo 333咧将会替代大菠萝，成为本行最新嘅参考合拼机啊！经过八年技术不断磨练 ，Griffin 将使用喺分体式旗舰放大器 Commander 同埋 Apex 嘅技术融会贯通，研发咗全面革新嘅产品 Diablo 333。呢部合拼放大器嘅功率输出就好似型号嘅数字显示一样，达到每声度333啊！而且无论系佢嘅输入级同埋输出级都全面革新，而整体设计则保留 Griffin 嘅 DNA。左右完全对称的双单声道结构，就连 2.2kW 的环流都是双单声道结构，使到声音分隔度表现特别理想，配合滤波电容左右各68000mm， 为采用 AB 类设计的 Diablo 333做足动态变化的准备。音乐信号进入 Diablo 333之后全部都会变成平衡信号，因此无论单端信号和平衡信号的增益都是一样的。Diablo 333的铝合金面板厚达 30cm， 更特别的地方是他们今次用了 4.3 寸的触控液晶屏幕，用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个触控屏幕进行多方面的功能设定，发挥更能够迎合自己重播需要的器材配搭，例如选择不同信源输入和平衡每组输入的信号电平高低，全部都可以透过这个触控屏幕进行设定。就连 Diablo 333开始和最大音量输出都可以在这里灵活处理，满足不同用家的使用需要。考虑到 Diablo 333的未来扩充性， Griffin 就为这部合拼放大器采用了插卡式的升级电脑，使到应用不同信源的发烧友都可以各取所需，为 Diablo 333增添唱头输入模组或者 DAC 解码模组电脑。讲了这么多，而家不如就嚟听一听佢嘅音响效果啦。各位音韵技术的读者大家好，我是 Martin。 最近呢桂峰的 Diablo Triple Free 就红到发紫了，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面都经常见到他的报道、啊、或者是照片。刚刚这一期音韵技术呢，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在测试期间呢我都觉得非常之大惊喜。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部机是上年慕尼黑音展里面见的，咁直到上个月能够亲身喺音响技术入面试呢部机嘅时候呢，就真真正正係体验到佢嘅威力。尤其是当你睇 Diablo Triple Free 呢，佢个输出功率呢喺八音嘅时间呢係330瓦，咁喺四音嘅时间呢係一倍咁样上升，跟住去到两音嘅时候可以去到1100瓦。咁其实呢样嘢一定係同用电有关，如果整体去睇呢係用180瓦电嘅啫。咁呢一个情况呢係比起上代 Diablo 300呢係足足少咗20瓦，耗电都係低咗，咁即係佢嘅效能係好高嘅。咁第二样嘢呢就係讲个 bandwidth 呢样嘢呢，其实係对于任何一个信源都好重要嘅。好多时我哋扩音机会见到 bandwidth 呢都係 20Hz 去到 20kHz 嘅呢个标准范围，或者係甚至乎高少少啦，或者去到 100K 呀、啊、咁样都唔出奇嘅。Diablo 呢上一代同今代呢都係去到 350K 嘅。咁呢个一个咩概念呢，就係、是、如果信源嚟计呢，以数码嚟计，就算去到数码音乐高清 SACD 也好呢，其实嗰个高频呢佢都唔超过 100K 嘅。咁点解要做到咁阔呢，就第一就係因为佢嗰个本身个元件係可以去到呢个咁阔嘅地步先啦。咁第二样嘢呢，就係、是、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你任何嘅信号呢基本上佢都係一个冇失真嘅状态里面去放大嘅。Diablo Triple Free 呢对我嚟讲就等于一部前后级嘅混合体。基本上佢嘅控制能力啊、声底啊，或者係个驱动嘅功能呢，係同一部大嘅后级係冇咩分别。
如果以单独一部扩音机两声度输出，两音去到1100瓦，就算屏风喇叭都冇可能考得佢起，而且个频宽亦都好阔。咁相信其实喺我哋而家能够有嘅信源底下咧，都冇乜嘢会超过350K。整体上面去再讲落去就系、是。如果一部机可以有咁嘅能力，而个耗电率系咁低嘅话咧，佢等同话俾发烧友听，佢入边所有嘅元件咧都计到好精准，亦都可以讲叫效能非常之高。咁假使间如果你今日系想揾一部令你冇后顾之忧嘅扩音机，而且个品质要好好嘅话咧，咁我相信 DFO Triple Three 咧系可以满足到你要求。